这狗头人有病哦，他出寒冰霸权干嘛？对面这组合根本就用不到寒冰霸权啊，这狗头人是谁啊？狗头人不是那个这个是明当然啦、啊、当然没有，刚刚讲的有病其实只是夸饰吧，其实这个他有他的想法，他的想法也是这个寒冰霸权可能是这种缓速的、啊、也是牵制啊，各种 CC 啊，这个这个也是排队，这也是蛮专业的啊，这狗头人出一个寒冰霸权